真香，工作真香，工作使我快乐。这样，杨老师，昨天晚上跟好朋友出去玩，唱歌唱得开心吧？啊，又能这样？我不玩，我怎么玩呢？可是你自己发微博了哟。看一下，工作的时候是没玩的。你昨天晚上是不是麦霸？一直拿花在唱。也就唱我现在的花。Really?休息两天复工第一天心情如何？反正蛮激动的，热爱工作，蛮想工作。但是你今天来工作好像也蛮激动。结束了，结束了一天新的工作，人都是皮，好好保持一下，明天最后一天了，加油加油，我走了，拜拜，明天见，拜拜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听说你看你发微博，然后收到很多快递，大家都在等你的开箱 vlog。 你快递拆完了吗？我全都拆完了。全都拆完了。